们虎宝科技的机器人来说的话，我们有四个马达，两个的话是在膝关节的部分，那两个是在髋关节的部分，所以它可以借由马达协助像上半身瘫痪的伤友，那他去做行走的功能。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平板，那我们里面有一个 APP，它可以借由里面的参数调整，那我们可以适用在就是不同的患者身上，那可以让他们看看说就是用怎么样的速度他们走比较合适。我们可以把参数调整好之后，那就把遥控打开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用我们的遥控器操作我们的机器人。所以训练治疗师来说的话，他们可以用这个小的遥控器操控机器人，让它起立，也可以就是自己操控机器人，达到自己可以行走的目的。